带来一首《屋顶》。跟爸爸交代过，今天要就是出来一身 bling bling， 因为要配搭咪咪阿姨的这个一定的包包。他就说：“那你 bling bling OK， 但千万不要丢脸。”我说：“不会，我卖相比你好那么多，我怎么可能会丢脸？”所以呢，他唯一的叮咛就是不要，千万不要开口唱歌。这个家丑外扬，这么早出来不好，这样。反正在他的世界里，他应该自己就是第一名吧。对，然后他没有特别形容过我唱歌怎么样，但我老实说，我觉得我就是那个说的比唱的好听，所以就没有唱歌的打算，这样。